在于不知道。你这人一点救都没有，我跟你说。八级高以后我叫你父亲下来。不要读了，读个鸟他妈。太放肆了你。你以为我这个人很软弱是不是？太放肆了你。你不要在这个读班读了，你要报其他班级。我跟你说，班级高以后坚决不让你读了。根本就不像一个农民的儿子。你也一样，我跟你说。你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的，软的硬的都没有用，试过了。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如今我们渐渐离去，在人海茫茫。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？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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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他啦啦啦。名牌重点的下就不好说，现在我也不清楚北大家录取线多少啊，但是像我们学校是有两个人报了北大，一个是628分的人，报了北大，还有622的人报了北大，我估计628的应该可以上北大吧，那复旦的那个628的复旦的绝对没问题的，我班上的话啊，文科啊，有三个上了北大线。但是没有人他不敢报，本来这三个人都是可以被北大录取的，但是不敢报，他没报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，林佳燕，1233。那下一位。周淑梅。你原来的是号码在几号？13号啊。7月8号。Tuesday, raining and fine. 今天我注册，我步入高三了。1号，林佳燕，我向新班主任自报姓名，班主任还对我慈祥的笑了笑呢，希望他是个好老师。听好，辛苦你了啊！后面的辛苦你了，小卡去。我们班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两个排长，小切干，低列，报告。大声点。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.
我们老师是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学生，我想我们这一届高三能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取得理想的成绩，那也是完全可能。啊，刚才目标有了，信心也有了，下期就是你怎么做的问题了。王牧云把人生，这个一个人的人生描绘于三个境界。第一个境界是我刚才讲的，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。这个是一个励志的过程，磨砺自己的志向的过程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第一、第二的过程。接下来，那就是要一大见光中不悔，为理想的人憔悴。你既然目标也有了，信心也有了，该是你付出行动的时候来了，付出行动来了，啊！所以啊，这个我跟你们说啊，高三一年一定要大家要有吃苦的准备，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。高三一年，从我现在已经38岁了，在我38年的生涯里面，我觉得我体会最深的、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。我估计到我死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，我人生里面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。每一届高三啊，这个动员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学生讲，我说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，拿出半条命来，我不要你一条命。因为我据我所知，还没有哪个同学是因为这个读书读得非常勤奋、很刻苦，然后不行了，就到大教室里面。啊，你们